I'm okay. Oh, 到底是哪个破盖打给我？怎么这么早打过来做什么？喂，你骂谁呀？玛丽娜，冰茶馆玛丽娜，什么？很久很久以前答应过你要跟你玩恐怖游戏，有这种事吗？等一等，你找谁啊？其实，老大华，我是郭富城哦。他去了哪里？他前两天好像告诉我，他要去北极拍那个《北极熊与企鹅的爱情故事》哦。哦，北极没有企鹅的吗？他跟我说好人多讲过。你不要理那么多啦，拍戏就是这样的嘛，随随便便啦，随便找一个演员去装企鹅不就行了吗？对呀，就是这样啦。哎，那现在怎么办？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哦？你问我，我问条毛啊？什么？我现在要帮瓦宅顶嘴先，我顶你个肺啊！哦，好啊，我什么啥道具都没有哦，你可以提供我道具？什么道具啊？哈，我闭上眼睛就知道。闭上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闭上嘞？小咪，你在我家装了闭路电视？哪里啊？我怎么看不到啊？OK。哎，等一等，你怎么在我家装闭路电视啊？你个傻逼哦！哎，算了，我跟刘德华也认识了那么多年，我就帮他一次吧。这个恐怖片等我来拍吧。还敢啦！拜拜！加塞啊！他说闭上眼睛就会有道具哦，我还是继续睡觉。拜拜，晚安。喂，到了吗？喂，你是谁？你是谁？什么事啊？Oh my gosh！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路边现场吗？哇哦！你们听那个声音，哦，真实哦！哦，好多照片哦！这些都是什么东东来的？娜娜，这里有本书我可以看吗？是一个日记来的，叫做《慕白书》。对于读者来说，这是我的坦白。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理解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尽力去解释这一切。但是，为什么我会继续读下去呢？拜。哇喂！嘿嘿，哎，打个雷而已是吧？哇，这个雷声也好真实哦！哇，人体体操，一个男人这样抱着做人体体操，不是太好意思啊！你看下面的那个都不敢看了、啊。下面这些人在做什么？哇哦，好羞羞脸哦！啊、哦，我要走了，不要看了。这个瓶子为什么会自己爆了吧？哦，奇怪了。然后呢，里面有什么？哎，有一个女生的画像。然后呢？哎，什么都没有吗？这个柜子呢也是没有。OK。哎，哎，为什么刚奇怪自己弹的 ？OK， 又有电话了。Hello， 又是打过来玩电话的傻逼哦。然后前面有点暗啊。有一扇门，这门可以开的吗 ？Nope。哦，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走回去了。哎，那个画什么事情？按 A， 按了，哇，我真的按到了。
Oh my god！ 我不会告诉别人偷偷在这里搭飞机的。出来！不要出来！不要出来啊！他没有出来了，还好。Hello， 我只是走过而已啊！你要这样丢盘子来欢迎我吧？哦 ，Who is this？ What the fuck？ OK， 他不回我那就算了。那、啊、哎，这个男人，哎，老婆，我的脖子好像有一点疼啊。没关系啦，你冷一下啦，手哎，就是一个颈部按摩。哎呦，流一点血是正常的吗？我真的好拎扯痛哦。哎呀，手哎，闭嘴啦。喂，想想，要不要继续往前走？因为真的好恐怖啊！你看，为什么无端端的那幅画会自己掉下来啊？开着的吧。里面有哎 ，OK， 我不会吵你的 ，OK， 我也不会告诉别人在里面，我会小声一点的，嘘，啊、哦，吓死我，这吓自己，哎，又喷煤气，傻逼哦，真的是奇怪了哦，这些桌子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这些桌子有什么用啊？哎，哇！好多个肥婆奶奶哟、哦！姐，你们看，前面有个傻逼在看着我们哦。哎，是吗？我也看到前面有好多个傻逼在看着我。然后来到这里，你可以逃跑，但你不可以隐藏自己。这是一个魔法的结界，为了保护人们远离这个邪恶的实体。What the？ 然后呢？穿过来这里，然后呢？哎。我听到脚步声了，原来是我自己脚步声，哈哈哈哈 OK， 喂 ，Oh my gosh， 发生什么大事了？为什么我不可以进回去后面呢、啊、？Oh my gosh， 所以我要往前面走吗？好像好恐怖哦，进。然后呢？喂，我听到脚步声。哦，从左边来的，我从耳机听到他是从左边来的。什么？有人吗？没有，为什么我的视线那么模糊呢？前面有个红色的门哦，这里吗？也是红色的，所以我是进不去了吗？又前往前面那个门啊？啊，这里刚刚是有个人经过吗？哎。那边也是有个红色的结界哦，这就是出口吗？还是什么东西来的 ？Door open. Oh shit. Oh shit. 前面有个人。哦，那地方变成蓝色了，所以我要走过去那边吗？哇，那个是什么人来的哦？这里的守护神。不是吧，守护神没有那么恐怖的吧？难道是这个人？这个阿婆？不是吧？但是奇怪了，shit， 我还没有说完呢、欸。我说但是奇怪，又是你们啊，肥婆奶奶哟！我只是经过而已啦。好啦好啦，不要看了，没有见过帅哥啊。哈 ？Oh shit！ 又是花吗？那按 D， 按不了 D 了。什么事啊？我现在整脸都是血啊！糟了，没有东西。这门可以开吧 ？OK， 我发现这边的门都是不可以开的。但是我在想哦，我现在在结界外面，我是不是安全呐、啊？又是你啊，玛琳娜，又打来骚扰我啊，扑街啊，又掉线，白痴！喂、欸，哇，这边跟我刚刚去那边按摩，按摩一样的，所以这些柜子里面都是没有东西的吗？你看，我都还没有讲完呢，每一次都要这样吗？What the fuck is this shit？为什么有个人
流汗的，哦，我吓到流汗了、啊。所以我们刚刚去了那个门，然后他叫我要找锁匙，找锁匙，但是他里面的柜子里面什么鬼都没有哦。真的是什么鬼都没有哦！哇，什么时候移了位置啊？又是你呀、啊，妖海雷呀、啊，冰朵都看到你耶！哎，哇，有个相片，然后呢，大夏的相片，可能是有一些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信息也没有告诉我，锁匙放在哪里啊 ？What the fuck is that shit? What the?Oh my god！ 我有点受不了这个声音啊，好灵真实啊！就是这里了，我现在要回去了吗？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声音越来越近了。是他吗？喂啊 ！Oh my god！ 哦，对对对对，就是这边，这边这边。我要进这个结界啊！我那个人到底在这里干嘛？我听到他脚步声哦。在哪里有？没有哦。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结界了。现在里面应该有些新的东西吧？我在想锁匙应该在这里吧？又是有刚刚那个门了哦。哎，这个音乐盒自己响起来了。难道锁匙就在这下面？没有，没有。也是没有。我现在对瓶子已经免疫了，你知道吗？你不需要再丢瓶子了，好浪费钱啊。OK， 这是刚刚那个孩子的吧？为什么会有一个球在这里呢？快点走！哎，这个有个雕像哦，一个奇怪的小雕像，看起来很像一个古老的邪神。啊、这个古老的邪神好像一条八爪鱼啊！兄弟，你给我那个锁匙算了吧，全部都没有哦，没有锁匙哦，难道要找那个阿婆要啊？喂，阿婆，那个锁匙放在哪里啊 ？What the？ 我走了那么久。你竟然告诉我锁匙在这里原来在我刚刚一进来这里就可以找到锁匙啊，我走了很多个房间啊，被吓了很多次啊，现在我终于可以走回去开门了吧。 What the What the 哎，他是抓不到我的哦，如果我在这边，喂，我怎么走了？为什么我要这里走过去？我真的是一个傻逼来的。Alright, alright, 兄弟姐妹，我们现在要去讨伐那个阿婆啦。但是他的脚步声很近啊。我说，我这次不会那么傻逼啦，阿婆。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过这个结界吗？啊，这就不可以跑了。快点，走快点！我突然间可以跑了、啊，人性的本能的，跑啊！开门！开门！哦，现在我在跑！哦，讨伐阿婆行动二，不是，好像死了两次啊！讨伐阿婆行动三，现在开始！呼呼呼呼呼呼，这次不会，被他抓到了，他会走左边还是右边？如果他走右边，我就回去。他应该不会掉转头吧？他真的会掉转头？他现在又走了去左边，然后又要上演上一次的剧情吗？我现在往右跑，然后他就会见到我。对了，走快点！不要往后看，开一、一、一、一呀！讨伐阿婆行动101一一一一次，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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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这次应该行了吧？这次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听脚步声，没有脚步声，有脚步声呢、啊！走快点，退后，不要给他看到。
对，他是瞎的，好像要走远点，因为我有点害怕，他现在如果往左边走，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走，走，快点！他不会掉钻头吧？他会掉钻头，我们老家没事了。所以呢，我现在跟着他吗？他会掉钻头吗？那边，哦，他不会掉钻头。对。现在我要听他脚步声。Oh shit! 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Nathan knew he fucked up. No, my God! 他又来了！你！原来拿到锁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最难的就是去开那个门了。兄弟姐妹，现在是讨伐阿婆行动第10001次。喂喂喂喂喂！我们开始吧。我其实是不是要尝试一下走去左边呢、啊？Shit！ 为什么每次我一走到来这边哦，他就好像知道我要走过去这样子哦，立马就走过来哦。什么事哦？他现在走了去左边。然后听了脚步声，兄弟们，你看，他会走回来的，白痴哦！他走了，我们要到了，嘘，安静。咦，他在我后面，走，快点，开，一 ，yes， 啊 ，yes。Mouse! What the fuck? Mouse! 相信这个就是这个电影的结局吧？你知道现代的恐怖电影，主角到最后都是要扑街的，所以没办法啦，我就跟着一起扑街啊，好正常啊。其实这个游戏是一个 demo 来的，就是他还没有发那个完整版，然后我就来试玩一下，真的玩不错。这个游戏叫做 Project Nightmares， 中文翻译是什么？噩梦计划，噩梦阿婆计划，或者是阿婆的噩梦计划。很不错，很不错，这个游戏真的很多那些 jump scare 都是感觉蛮真实的。只是他丢的盘子丢的比较有点多，其他都还 OK 了。我真的吓到有点流汗。Alright， 那么谢谢各位今天继续来支持小弟的影片。那其实今天小弟呢也非常非常的开心，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戴着这个非常非常牛逼、非常非常帅的耳机呢，其实是 Studio 这间公司赞助给我的，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赞助。哇，给你们看一下他的盒子哦，有没有很帅气哦？其实那个实物会比较更加帅气，然后嘎丁那个音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很真实哦，所以我立即能听到那个阿婆是从左边走来还是从右边走来的，虽然我最后还是被他抓到，但这是一个技术上的失误啊。然后今天也非常非常感谢 Studio 送我的这个礼物，那这个也是他们送我的第二个系列。哇哦，这是一个助运动专用的耳机啊，然后它是防水的蓝牙耳机。但是关于这两款耳机的那些详细资料呢，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点进去我下面留给你们的那个网址，这是他们的官方网站，然后你们可以进去看一下，其实它也有蛮多款式的在那边。好了，那么这一次谢谢各位对小弟的支持。
非常非常开心，这也是我刚刚突破80000订阅的第一个影片。那么呢，也谢谢各位前几天的投票。那么我看到各位观众呢，也是希望我出多一点影片，是不是？单人游戏的话呢，我可能字幕会像这样放的比较少。那么希望呢，也可以做到一个礼拜多放几条影片的效果。那么真的非常非常谢谢各位的支持。如果你们喜欢小天继续玩恐怖游戏的话，或者喜欢小天玩什么游戏的话呢，非常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你们想看我玩的游戏。那么自从上一条影片开始呢，老杨也会从你们的留言区选一些比较搞笑比较有创意的留言，然后去发在 Instagram Story 那边。那么如果大家想看到自己的留言出现在 Instagram Story 的，记得要发挥你的小创意。好了，等待你的留言，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吧，帅哥美女，来吧，拜拜。